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《真江湖》第四章《京城》。菊花剑客为剑人所害，如今就陷在天牢之中。菊花，本帮主之命，弄绿友人劫狱，格杀无论。丐帮自乔帮主出走，便一统混乱。不过仍不失为忠义之师。是我一骑火云掌，乾坤挪移，来吧！是我一骑火云，乾坤挪移。万界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好，这边都先跳过。好，这边应该有剧情了。大胆去看，上场进攻，先命长吗？先父无辜丧命，便是菊花剑客主谋。你们想做救他，做梦吧！马夫人，我那兄弟向为人正直，但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有所误会。废话少说，先杀了你们，再送他，与你们团聚。万界乱花拳，乾坤挪移。来吧！乾坤挪移。乾坤挪移。总舵主冒奇险千难相救，兄弟只是过意不去。大家都天地父母的好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别得意太早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哼。丐帮莽夫帮主之死，恐怕另有别情，我们还是赶快出去要紧。好，后面就快转吧。好，终于最后一关 BOSS。我现在发现战斗可以快转呢，那我们 BOSS 就比较快转。今天就是你等的时期，你是假的菊花剑客？什么呀？万界乱花拳，一如神剑，是我一骑火云掌，乾坤挪移。万界乱花拳，是我一骑火云掌，乾坤挪移。朝廷手上果然毒辣，快说，这菊花剑客在哪里？也不是食物，菊花剑客早就见阎王了。你们和尚团聚的时候也不会太远了。可恨，我一定为兄弟报仇的。让我直接找到菊花剑客手中天书的下落。啊，那么这集到这边好了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。这样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次收看，拜拜。